什么是质数？素数又称为质数，一个大于一的自然数，除了一和它自身外，不能被其他自然数整除的数叫做质数。质数具有许多独特的性质。一、质数的约数只有两个，一和它本身。二、任意大于一的自然数，要么本身是质数，要么可以分解为几个质数之积，且这种分解是唯一的。三、质数的个数是无限的。四、质数的个数公式是不减函数。五、若 n 为正整数，在 n 的平方到 n 加一的平方之间至少有一个质数。六、若 n 为大于或等于二的正整数，在 n 到 n 的阶乘之间至少有一个质数。七、若质数 p 为不超过 n 大于等于四的最大质数，则 p 大于二分之 n。八、所有大于十的质数中，个位数只有一、三、七、九、